Hello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易。那今天为大家继续带来 Minecraft 的地图模组恐怖惊悚解谜的森林小屋。那地图制作者是我们红石口袋哈记。那我们就直接继续开始吧。上次的来个前情提要好了啦。上次的话就是我们断点是断在那个我们一开始玩完那个碟仙吧，玩完碟仙之后往前走。这个门打开了，好，那我们继续看，说这个门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，然后会发生什么事情？应该不会发生什么事吧？OK，这还蛮有趣的，这是想要营造骷髅头的一个摆设，是不是？通往三楼是哦，往这边哦。啊，对，上次对讲机好像有提到说我们要去三楼救那些人，对不对？哦，原来这可以移动嘞！哦，shit！哦，什么声音？旁边玻璃破了，僵尸间反转，我做了什么事情？看一下玻璃那边有没有线索吧。旁边玻璃，我没有看到玻璃啊！哎，他不要这样吓我，真的是哦，恐怖哎！这是菌物培养室，是不是？哦，他说这个哦，玻璃破了是这个哦，原来如此。我刚只是乱转一下，哎，投掷器，我刚只是乱转一下，然后就那个就破掉了。这里又一个那个什么箱箱啊，那个不知道是什么箱子。等一下哦，我这一楼还没有逛完，我们去看一下这个地方。这很坏欸！哇，直接哦，我没有开欸，他自己动的，他自己开门的。大型储物箱，没有东西啊，没有东西。我觉得这边一定有东西，可以会躲在什么地方之类。好暗哦，真的好暗哦。可能会有什么东西可以拿，有时候都有一些还蛮隐秘的箱子啊。好了，看来这个房间，这个地方可能有点可疑。这个地方，对，我们继续。哇哦，这地方好大哦！哦，这是算是客房吗？对不对？哎呦，哎呦！都是没有东西嘛，对不？OK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，这算是哇！原来这个地方，那门一打开，这里面还蛮大的，这里一定有隐藏箱子啊！啊哈，有一份记事本。作者小兰原始版本，我们看一下，这是关于什么的讯息？第一页不公平，为什么我不甘心？一定是偏心，全部都是大骗子！发生什么事了？真正的药一定被藏在其他房间，我不甘心，一切只是利用。他从没认真过，过了这么久都没用，再多的时间也没用，为何不倒转过去？为何不倒转时间回到过去？哦，他这边这个提示就是表示我那个。那边有个，就是一开始摆在那个墙壁上的那个挂钟嘛，把它转过来就可以，就会触发一些事情。那我刚刚只是还没有看到这个，还没看到这一则消息，我就已经去煎了，已经先给它转过来。哇哦，它这个上下铺的概念是很做得很棒哎，蛮有趣的。这个还蛮，Hello，门口像有，Holy shit！哎呦，好恐怖哦！
哎，这样子不好啊！刚刚有一个人从那边走过去的嘞，走到这间里面去，我们看一下。我先做好心理准备啊，不要这样突然间吓我。看起来没什么事啊。又一份报纸，医师笔记。这是笔记二，那一就报纸，记事本。这真的太恐怖了啦！空水桶，第一页共2页，2005年2月18号。别这样啦，小兰，我知道你很难过，但是别轻易放弃啊！拜托你坚持下去，病情一定会好转的。别再轻易尝试伤害自己，我好害怕失去你啊！我真心想要让你痊愈啊！小兰最近越来越阴沉，对其他孩童开始产生暴力，不知道是不是 C8RU4 药物的关系。所以这到底是小屋还是？实验室啊，奇怪。哒哒哒。其实我都会忘记，说我到底哪边走过，哪边没走过。这个有啦，因为它那个里面有个大电视，所以可以，我可以很肯定说那个地方走过了。好，那男厕也太大间了吧？该不会出现什么幽灵吧？看不听到声音，看不听到奇怪声音。这大便间也太大间了吧？既然有男厕，那一定有女厕喽。哎、欸、嘿，我们。shit！Oh my god！不要这样吓我好不好？天啊！Oh man！不要这样子啦！漏斗，漏斗，漏斗，OK。啊！医师笔记第三，我被吓到了。好像有5篇，对不对？那第三篇我们看一下。好啊，2005年1月8日星期六，离开院一段时间了，全心全意专注在制药，感觉很对不起小兰，其他小朋友的癌症全部都控制住了，怎么会唯独他没有反应呢？小兰已经难过到把自己关在房间出不来了，真担心他。反正他们就是在做实验药嘛，对不对？感觉就是这样子啊。一二三四五，我还差最后一份笔记。等一下。这是尸体吗？还是他在喝马桶水啊？这只有上半身呢、欸。好恐怖！拜拜。所以这些中介箱不知道是拿来干嘛的、欸。不要再吓我了。我再确认一下，男生那个厕所那边不是有个漏？哎、欸，没有啊，没有漏斗哎、欸。不是，诶、欸，是我多疑了吗？算了，没关系。那这个地方是个人房。诶、欸，我已经有点失去方向感的了啦。我们看一下个人房好了。这好大哦，这个地方。诶、欸，不对啊，我刚刚是从这边过来的啊。我在犯什么蠢？好啦，那我们就回去吧。我们是从那个地方这样过来，对不对？那好，我们开始办正事，就是说他这边有个那个窗户打开，对不对？这边我们出去看一下吧。哇哦，Hello，你好。哎、欸，打不开。
还蛮多箱子的啊，都是空的，空的是搞笑吗？我们先来看这个的、啊，他标头先起来哦。Hello， 死亡记录，作者杨医师，谁的死亡记录？该不会是小兰的吧？辉野，1996年次，七个 M 孩童之一，虽然聪明，却个性阴沉男孩，很喜欢种花种草。3月12日，哦，不明消失，子琪，嗯哼，被不明火烧死，天哪、啊，都是2005年哎、欸，被书柜砸死，中毒死亡是哪招？燕太，平次，触电死亡，而且都是2月、3月、欸，被强压至马桶淹死，哇哦，所以刚我们看到那个在南侧就是。光一耶，天啊，小兰含恨上吊，天啊，是唯一没有任何反应的女孩，这让她非常难过和憎恨，含恨上吊，天啊，不要这样子啦，我是来帮忙的，哈喽，我真的觉得等一下有东西突然吓我。这个是3楼楼梯钥匙，哎，找到了。Oh shit！ 哦，拜托，不要这样好不好？哎，这机车哎、欸。三楼。好、哦、我们终于可以前往三楼了，真的是很坏哎、欸。哦 ，Hello， 你好。这，会攻击我哎、欸。这真的太坏了啦！看外面的风景多么漂亮啊！真是的，为什么要这样子吓人呢？这个是医师主卧房。动物实验房。哎、欸。哎、欸。这些马还活着是不是？可是骷髅马还会动欸，好，这些马不会很恐怖啦，是他不要突然间这样冲出来吓我就好。欸，这蜘蛛丝，讨厌蜘蛛丝，好慢，能卡住我了。啊 ，OK， 大型储物箱，前面有个在那边烧自己，不知道是哪招。Hello， 灭火器，灭火器。哎、欸，谢谢你哦，被不明火烧死，原来就是这个样子哦。哦，灭火器，哦，我已经救了他了。所以说，那个其实有一个小孩子，我应该要去救他吧？就是被马桶淹死那个，我要把他拖出来，对不对？OK， 我们继续走吧。拜托，不要让那种莫名其妙突然间吓我。仓库 ，Hello， 餐厅，这餐厅好恐怖哦！餐厅，储物箱，这个是厨房的、欸。房过不去，来，我们这边还有一间，没错，就是直直的，然后不知道通到哪里去。祭祀房，这个有点不妙哦。别再伤害人了，我又没有伤害人。一切都是我的错，其他人是无辜的。
嗯哼，你是，快阻止他！这个是谁在讲话？是杨医生吗？我下不了手，恳求你阻止他！我怎么样还能阻止他呢？小兰，我对不起你，我是一个无能的医生。安怎了？快阻止他！别再让他伤害无辜的人了，我会尽我所能，就拜托你了。哦，这算是传来门锁开启声，什么没打开的卧房吗？卧房是，他突然间讲卧房，我又不知道在哪里，应该不是餐厅的那个门被打开了，不是，不是这一种，所以说是小兰。小兰失控就对了，小兰含恨失控，然后想要对其他人做出不好的事情，也不对，应该是已经做了。哎呦，这个声音真是很恐怖啊！卧房是指哪里啊？哦，这个地方是不是医生主卧房？你可以写清楚一点嘛，真是的。很好，是你邀请我进来的，拜托不要吓我，拜托。我觉得我等下被吓了，我先做好心理准备。都没有啊，哒哒，没有。很好，貌似都是空的诶。那应该就是这一栋了啦，应该说这一扇门。你看这个。哇，上吊是小兰是不是？捡线器，下来啊！我不能帮他，我要怎么帮他？我要怎么帮他？对啊，我要怎么帮他？我这没办法帮他，我想说可以帮他。这是医生他那个仓库钥匙。医生笔记最后一段，我终于拿到所有笔记了。所以这个不是小兰喽，所以可能是杨医生。我们看一下，2005年3月25号，这是我最后一次记录。我对不起小朋友们，小兰，我知道你是愤怒的，但是其他人是无辜的，一个个小朋友都死于非命，现在只剩下我一个。对啊，一切都是你的嫉妒心啊。所以是小兰，因为她嫉妒其他小朋友可能会。癌症可能会痊愈，所以他就把其他人杀掉了嘛。其他人都已经痊愈了，我知道你嫉妒、愤怒，但你的病情明明恶化哈，怎么可以就这样你自己离开？你躺在那里崩溃到不能自己。他躺在那里，可是他不是说小兰上吊吗？我去了一趟山庙，拿了符咒。符咒放在仓库，但是我却对你下不了手，所以说，我选择和你一起走。小朋友们，你们等我，我去陪你们。所以说，这是杨医生啊，然后他要玩家去仓库拿那个符咒来收服小兰，就对了。这是一个神奇宝贝的概念。酿造台都没有东西，好吧，那我们就出发去仓库。可是我觉得我不会这么顺利就到达仓库。哇，这音乐多 peace 啊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仓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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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听到声音了，哦，不对，那应该是隔壁嘛，传来的神秘声音啊。烧毁对讲机吗？都不是啊，奇怪。
啊，卡住了啦！符咒出现了，似乎有着强大法力，必须谨慎使用。这符咒，小兰别再伤害人了！你们这些骗子！我没有骗你，是我太没用，没能治好你，你们都该死！其他人是无辜的，我恨你们！啊！不要住手！其他人是无辜的，住手，小兰！你快去救你朋友！你们在哪里？我去找你们。这里好冷。哦，难道在厨房吗？他在讲什么东西啊？总共有五个灵体出没。冷冻柜钥匙，冷冻库了，那应该是。所以说现在要去封印五个灵体就对了。哦，好啦，我现在有符咒了，你们这些小妈蛋有种就过来。五个灵体分别在祭祀房、厕所、审问房、个人房、碟仙桌。哦，有吗？祭祀房，哒哒。哎，怎么使用啊？怎么使用？啊，我不能用啊！怎么使用？不是使用符咒吗？哎，没有用哎，没有用啊，没有用啊！这到底要怎么用啦？符咒，嘿，我完全，意义不明。剩余时间，还有时间倒数哦。我整个无言，整个无言，真的不知道怎么使用。符咒不就这样用吗？呀，这很讨厌的，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他不让我用。我没有办法使用符咒啊，是我遇到 bug 吗？还是发生什么事？啊，幽灵。厕所、审问房。他说祭坛也有一个啊，对，呀哈哈，真的没有办法使用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办法使用。这个是安枕啊，哦，我懂了，原来是要这样贴哦，原来是要这样贴，对不对？要贴在这种类似这个，原来这样贴啦，了解。哇，好恐怖哦。所以那个哪里啊？那个处理掉了，那个碟仙桌的处理掉了。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那个祭祀房。所以说祭祀房有一个可以贴符咒的地方嘛，对不对？马上去找，我就不信他追得到我。我方向感烂。还有个剩余时间啦。所以是贴在哪里啊？哦，这里对不对？哒哒，你会付出代价。来啊，我怕你哦。来，我看一下，厕所跟审问房、个人房，了解。个人房比较麻烦一点，因为它太多房间了。Holy shit！ Hello， 这个是。动物实验房刚没有说没有啦，刚是说没有，反正就是一边要逃跑，一边要去贴那个符咒就对了。他不会下来吧？看起来他蠢蠢的啊。好啦，我们现在时间有一点紧迫。
我们赶快找出那个个人房最不好找吧，赶快找出来那个奇怪的恐怖图案，然后把它贴上符咒封印它。哎，都没有看到哎。难道是这个？那是假人吗？还是什么东西的？到底在哪里？不要躲了，快出来吧！哎，你就该死的安息吧！嗯，客人房还没有看到哎，那个阿飘在哪里啊？Hello，一只死阿飘，出来啊！怕你们。啊，我的时间快不够了啦，好恐怖哦！就是你，我恨。来啊，你恨啊，给你恨啊！审问房跟厕所，OK。审问房，先去找厕所好了。啊，本兽雷都无一啊！本兽雷都无一。厕所应该不在男厕吧？应该在女厕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说这是镜子哦。了解，应该在女厕。等下手手又出来就扁人，来啊，出来啊，混账！我没有办法救他哎、欸，真的，这是最惨的死法。为什么要阻止我？好啦，审问房，最后一站，审问房。哎，都，我已经有点晕头转向了。啊，审问房在底下。审问房，Hello。他不会过来吧？小木房在哪里啊？哎呀，讨厌，走开！休息室。哇塞，也太多阿飘了吧！走开啦！哎呦，哎呦！实验室，然后实验室的某个地方该有开启小木房吧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好像不对。Damn，在哪里啊？上次走过了，可是这一次就突然间不知道在哪里啊，在地窖，我们就找找看啊，应该不是，不是啦，不是厕所，我真的不知道在哪里啊，哈哈，天哪、我记得在有一间休息室，然后可以通往那个审问房，不是在地窖吗？不是。那应该是我刚刚找的地方是对的，只是我忘记了，真的忘记了啦。药水室、会客室，是会客室吗？奇怪，我们再找一下。啊，休息室啦，休息室，对，休息室。难怪这边有个阿飘躲在这边。OK，好，审问房。哈哈，最后一张，收服你。全部都出去，哒哒！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？哎呦，我被传到什么地方来了？拜托不要吓我！就算要把我消灭，我也要带个人走。要带我走吗？没办法，先封印他吧。小林，对不起，没能把你救出来。小兰，对不起，没能把你治好。我已经尽我所能的研究药物了，我不想听什么治疗、什么药物，全都是骗局。已经无法沟通了吗？人的猜疑心、嫉妒心真的很可怕，是没有一种药物能医的，是心病吧？希望这个大学生是最后一个牺牲品了。对不起，小林，我没能救出你，所以我现在是被 ending 吗？哦，普通结局哦，哦，
No more ending 哎，普通结局。哇，我在哪里？过一阵子，这森林小屋被风所线围起来，警方在里头发现十几具尸体，包括失踪的大学生。为了让死者安息，召开了很多次法会。但是经过路人传闻说，每次经过那个墓都传来一些怪声音，听到个女孩在哭泣，救我，救我，这里好冷。被说他们是被藏在往哪里？这是普通结局就对了。OK，这是一个普通结局啦。总游戏时间大概是3628秒，大概一个多小时啦，差不多。这算是第一次玩的一个，哈哈哈，第一次玩的一个那个吗？观看机关，想再被下一次。哦，它还有一个很多的这个可以选项哎，我们看一下。感谢您的游玩，本作已经完结。红石口袋哈基在这里一鞠躬。为什么要鞠躬呢？因为你一定被吓到不少次。没错，总共有4个 ending：true、good、normal、bad。你玩到是哪一个呢？玩到是 normal，好惨哦。在这张地图当中，总共有10个成就人哦。在这边冒险的同时，你总共找到几个？我才一个耶，共花了我将近半年时间。中途因为恐惧，连夜噩梦，想放弃制作。总而言之，再次感谢你的游记，红石口袋哈基，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。如果你喜欢我的作品，请到我的 YouTube 点个点阅，谢谢你，感谢。Holy bad trouble，机车。显现器、对讲机、煤炭还可以这样子用，是不是？哈哈，好笑哦！创造模式。好啦，以上 no more ending。祝你有个美好一天。好，那小易的森林小屋就这样子。开心结束了，惊吓结束了。好，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